上一集大家应该见到古山拎住张纸，好错愕嘅样子，系着泳衣啫。究竟点解佢要着泳衣咧？点解我要系咁讲对唔住咧？喂，你做咩啊？做咩事啊？佢有靓妹过嚟。去到最后一集，所有谜底即将解开。下手。呢件系最精彩嘅。高兴，椰奶伴米浆糕，绿咖喱配吉太伊里，原来你做。曼谷塔，环翠湖上孤山。异国配，异国重配。好多观众都话想听呢首歌嘅完整版，我哋已经准备好啦。去 BBO Music Office 订阅《寻太基》嘅完整 MV， 即将出场。如果 MV 有10万 view 嘅话，我就问阿顾生可唔可以唱晒成首啦。用呢一餐饭去了解自己啊！大家记唔记得呢一集啊？其实嗰晚食完饭之后咧，席上面有一个人有一个提议，不如互相惩罚大家。好，我抽啦。睇下我嘅任务系咩先，系着泳衣啫。就系咁，台前幕后嘅所有人都抽咗惩罚，大家都要执行一个任务。地狱贴纸神，多谢。Oh my god！ 点会照顾自己一个人影呢啲相嘅？喂，好抵喎！我一个只抽，我上届冠军嚟噶。喂，又系我，又系我，准正式哥 ，Panda， 拎住部机过去啊！喂，唔系啊，红灯区啊！呢个就系泰国嘅红灯区系嘛？今日嘅大会招提供入口塞车，卜卜唱泰文，泰文咩喂？蒙面超人主题曲。我而家要揾牛，唔使担心。呢啲嘢應該我哋揾嘅。Shut up! Shut up! 奶粉關係我批，未批你個波。喂，你都好難啊！喂，唱廣東歌得唔得啊？我好想唱嗰首咧。係啊，你而家唱啊，俾幾秒你唱啊。我渴望自由。我哋就會坐喺後面嘅篤篤 ，Bobby 你就一路唱，唱到顧生還滿意為止。喂，但係呢度唱冇人聽到喎。我哋而家就去泰國最多人嘅地方，四面佛。神啊，识唔识嘢噶？唔识就唔好冲出嚟啦！冲出嚟咩啊？好，准备，三、二、一，唱！唱啦，唱啦！老来带我狂快跑，太嗨跑嗨跑。老人他们老看看出来他们来是你马不停留在冰风发他太空的那不等超海干辣太马不停辣辣我没办法太马不停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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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咩啊？喂，你做咩啊？做咩事啊？做咩靓妹过嚟？俾个女你，我俾我唔养啦。喂，两位继续唱系咪啊？系咪唱唔停啦？我谂唔使啦，Bobby。就算你搏老命唱，我谂途人都唔理你噶啦。哇哇哇！佢入埋啲人过嚟啊！喂，佢入啲人过嚟，佢入啲人过嚟啦！边个？白色衫后面，白色衫后面，白色衫。我已经缩咗个头上去噶啦，我影唔到啲咩嘅，完全遮唔到啊！胡生，系啊，你缩个头上去，佢捐个头落嚟喎。收唔收货啊？收唔收货啊？收啊 ！OK OK， 开车啦，开车啦 ，team， 拜拜。拜拜。
请你帮他朗读，他的惩罚是什么？爪龙筋。咁好多人都知系咩嚟嘅，咁喺泰国一个传统嘅养生疗程。咁嗰个咧技师咧就会用只手咧去按动你嘅胆胆啦，令你咧保持输精管啊、淋巴啊嗰啲好畅通啦，系男性保健嘅东西嚟嘅。喺度嘅，但佢沖涼房就唔好清潔，仲有就流鼻添。OK， 我冇嘢補充啊，好撚緊張，你咪諗住影我嘛？喺泰國旅行咧，絕對唔可以錯過嘅就係按摩啦。按摩大概都係分幾種啦。泰式按摩、草药球按摩、二人四手按摩、香薰精油按摩、脚底按摩、雀仔按摩、雀有嘅咩？但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咧，就系爪龙筋啦。呢个系一个传统圣经嘅按摩嚟噶，专门针对男性嘅下体，有舒压、保养同埋养生嘅作用，可以改善早泄嘅问题。你都试下啦，我唔使试啦。我要去爪龙筋的时候，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去了买东西。来到泰国怎可以不吃水果啊？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水果了，好多招啊。啊，这个声哔哔这样。什么？这个叫皇帝招。哦，短痴痴这样的。那个再小一点就叫牛奶招。哇，这个。为什么黄鱼的臭东西想起是肥仔的了？Just hang手臂 just light. Don't too hard. Okay. So scary. Okay. 啊，这个龙眼啊。是啊，你看看。哇。哎呀，跌了粒东西。哎，捉回粒东西。嗱，你而家呢个 angle 我仲唔系老虎啦，我反弹。老虎啦，我反弹可以拎开晒佢。配合你喎。哇。但系跌就可以用手。哇，好敏感啊。好，买嚟试下先。呢条两粒鸡蛋系玩弄紧嘅咩？减蜜瓜最紧要就梗系睇佢够唔够圆啦，而且大啦。最紧要咧就系睇嗰条钉，呢条钉咧记唔记得有个 T 字喺度啊？咁就代表佢系又甜又多汁噶啦。哦，系咩？咁呢个咪？我得罪咗啲咩人？对唔住啊，主持。醋咧系会甜啲噶。要呢个。咁我哋要呢个啦。双手链。我听到啪啪声，系折断咁样样嘅声嚟。一再捏，再捏，好似剝緊提子咁啊！啊啊！唔得，唔得 ，no！ 哇！食啊！一连五集的《寻泰记》去到尾声，希望大家会喜欢，几老土都好都要分享一下感受的。吃东西过程开不开心啊？今次这个拍摄，我知道了，你平时会怎样做些什么会令自己开心？哦，做我自己份工作就开心，很容易，创作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嘛，因为由零到没嘛，你哋都係啦，拍完一樣嘢，拍完之後你覺得哇，終於拍到啦，好有滿足感噶嘛。咁其實我諗過過程呢啲就係最開心。你都曾經同我講過啦，你就好少情緒嘅，即係好少唔開心啊。我覺得冇乜嘢好勞氣啊，亦冇乜嘢好嬲啊，
有時咪當笑話一則聽，即係你問我聽完之後用笑話去消化佢咯，即係用一個輕鬆啲嘅方法面對一件事啦，唔需要下下都你怒氣都冇用噶。即係我唔等於我覺得你怒氣去鬧完一件事嗰陣時會係理所當然去按你嘅章法去發生咯。一件事可以影響你嘅情緒，你後面有十件事要做，咁你點搞呢？咁所以呢個先係最大的問題嘛。只要我哋盡咗力，順其自然。大家不同的單位都盡了力去做啦，咁咪讓佢發生咯。呢個先係最緊要嘛。如果你問我因為個氛圍而影響自己開心與唔開心咧，亦都係等於頭先我講嗰個説話啦。何必要讓自己唔開心呢？咁你要保持一個正能量咯。我只咁講，我成日話最緊要正能量嘅，去令到自己有個動力去行落去。最緊要鬥長命啫。你今日係健康，其實應該萬幸噶啦。你何必你灰今日呢一刻呢一年？你跌咗落去，可能灰一世，千祈唔好俾自己跌落去咯。呢個先係最緊要。好啦，走到其實而家呢個訪問咧係今日呢個尾聲嚟噶啦。係啦，係啦。咁你有冇嘢想同我哋講咧？如果你話你哋開心，我都開心嘅。即係我都有講過，其實我都好少做呢啲叫啊。邊個問過我未拍過旅遊節目？我真係未拍過。我問你咯，即係以我嘅 research 啊，喺你嘅 Wikipedia 入邊咧，你就好長嘅履歷啦。但係有樣嘢你從來都未拍過嘅喎，就一啲真人 show 啊、旅遊節目啊咁樣。哇！喂，點啊，大佬？咁幾好啊！我覺得有時候我哋而家成個娛樂圈嘅商品係即係成個新生代同埋我哋而家一齊去合作。喂，原來咧，喂人食嘢咧，自己口都不期然會擘大嘅喎。係，我都有擘大啱啱。我想法應該更加長遠先得，咁所以你問我，我都覺得要入嚟做一次，原因係咩？好好地體驗下，喺唔同嘅範疇裏面應該可以發生咩事。好，喂，點啊？你攤幾耐啊？起身啦，起身啦。就唔好話用一個觀賞態度，哇，好玩好睇喎咁樣。有車啊 ！Go go go go！ 你行上嚟幾輕鬆？我係氣都未喘過。咁點解你唔試下做一次咧？呢個先係最緊要。我問完啦，你有冇嘢補充啊？冇。即係不時整啲話。你點啊？唔識中文字。五分鐘內飲曬一支750ml未開封嘅紅酒。我都好衰咁啊！你哋个个都帮我饮，跟住啲人就话我唔玩得，但你唔知道假噶嘛？我点会饮唔到啫？系纸汁嚟噶嘛？耶！我哋边有可能叫一个女仔饮晒一支红酒啊？但等等先，好似有一个人未接受惩罚喎。好啦，我哋今日嘅团队咧用咗好长嘅时间，四个钟啊，就拣咗三套泳衣。唔知道古生会拣边样呢？我哋有请古生，我哋欢迎，俾掌声欢迎先。拍手。好，点啊？你逐件开啦，你自己睇下觉得拣边件最好啦。挺漂亮的，牛油果健康，有很多新的，仲对肝又好，但上身不可以穿衫架，因为是泳裤。螺旋拳，一招KO米信泥地硬。哇，吓死我，还有下体啊，下身失踪。哦。呢件系最精彩的，我唔知道，我都冇睇啊。如果你看呢件下，我一定会满意啊！哦，咪女装嚟嘅咩？哦，喂，啊呢件后边系，哦吓死我！呢件都几靓喎，都系会觉得好。呢件系突出到你个 shape 咯，好 sporty 咯。系啊，俾我就拣呢件啦。嗯。哦，呢件咧？呢件。非常好。古生做一个英明嘅选择。之前呢啲嘢垃圾抌咗。咁點啊？跟住咧，而家向後褪就更衣室噶啦。
支持我哋嘅制作团队，去会员限定片睇埋古生着泳衣。阿布嗰度有。好。